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注册营养师兼体适能教练 Jimmy。今天想教大家一个动作，非常之简单，在家无论你在家啊、公司啊、任何地方，不需要任何的一啲 equipment 都可以做到的一个动作，而帮大家在怀孕前咧，我哋可以如果有需要控制我哋嘅体重，经常性做呢个动作，去帮你减轻你嘅体重，减少你嘅脂肪。去預防去幫你去準備你的懷孕啦。咁好簡單嘅一個動作，其實呢個動作我哋叫 marching 啦，係一個操兵咁嘅動作。咁我哋做嘅時間，兩隻腳打開膊頭咁闊啦，兩隻手擺喺旁邊。咁咧，首先咧，我哋就將我哋挺胸收腹，遞起我哋嘅右手同埋左腳，跟住放翻落嚟，遞起左手右腳咁樣。如是者，我哋要將我哋嘅手腳同時間去遞起，慢慢一下一下，保持你的暢順呼吸啦。咁當你個動作開始習慣咗嘅時間咧，咁你就可以快啲。咁我哋如是者咧做呢個動作咧，我哋做一分鐘。咁當我哋做完一分鐘嘅時間咧，咁我哋可以唞翻半分鐘。但係唞嘅過程當中咧，我哋仍然咧保持咧我哋個腳咧輕輕好似踏下踏下咁樣。咁當我哋唞順咗條氣嘅時間，咁我哋又再嚟過。又再做一分鐘，咁如是者咧，我哋做呢個動作嘅時間咧，咁可以做大概十分鐘左右，咁可以做咗一個大氧運動啦，去幫助大家咧去燃燒脂肪，控制個體重嘅。咁大家勤力啲去做，咁控制翻個體重，去幫你去更加快啲可以成功懷孕。